你天天放牛，对，天天放牛。最近牛也不听话，本来我有20几头羊，该放的。但是昨天羊群里面进狼了，把米 Q 了，只剩下6头羊了。哎呦，今年真的是狼都没救了，来这个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是真的。微信你们看，你们过来的时候看吧，因为你们听着近，因为你们最近在可能是看到我的羊，下次他们只有我家有羊，因为就好多吧，对不对？他今年你们来的旺旺的，没羊了。昨天羊群里面进狼了，把我的羊全部没了，但现在只剩下6个。把我们 Q 今年松鼠麦慢慢亏了，因为就我们也不敢吃的嘛，因为就狼吃了，狼熊可以吃了嘛。真的吗？真的不信你们干嘛，不信你们问他他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就明天可以，就我差一点，就我的妈的话冠冕比较严，所以就没进，那我的毛一个就吃掉了的，可那就真的了，那就我的真的是爆出了，在门口等他。可怜的你这，哎呀，对呀，太可怜了，没办法，对，好好照顾我的自己的小马，再不照顾的话，完蛋了，完蛋，我真的，那个狼真的服了，来到我家的门口来了，哎。牛逼，本来有差不多10几个吧，对不对？现在只剩下了6个，然后你们看有几头？你们也觉得呀？对，我们哎，狼我们都不会吃了，有我们都不会吃，我有力气。他来的话，我把这一口就把它摘掉了，剩了10几个，哎，现在只剩下6个。狼再来的话，那我就。明天就可以爆出的那边挡着他，就拿一个石头，他也把他砸了。心酸感染，我没领过。我俩谁说？我说的话叭叭嘛，哎呦！我们两个，你把我六，信不信？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，来。加油，我的话六，加油，大家听好，六，爸，你看，阿妈，六，钱是多了吧？六了吧？这钱是六了，钱是这八，哎呦，这是六，哎呦，八六，钱更是的，八，我已经老了，你看六，是八，你看，好看。六，你看，这是八吗？全是六六，这是八吗？六，八，阿门。你老天爷是吗？老天爷，我服了。八，我八。八。三，真的，这里的长相是差了点，那是气质那年，气质也不一样，这是我塞哦，把脸皮把拿捏的死死的，是的，是不是？长相是我差了一点，你看，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嘛，气质那个角度来说的话，把脸皮拿捏的死死的，安排，哎呀，爱你们么么哒。